其事，可是从此无人对质，真相反而不易大白。事主明知元贞世之已死，却将一切罪名推在他身上，我岂能容你？老衲要动手了。世杰，我可是过来人了。云纵，这少年怎么会有武当派的踢云纵呢？哼，施主，你这是逃命，不是比武。大师招招要我的命，我就只有逃了。大师如果真要比武也行，小可奉陪，不过要是我赢了大师，那要如何？好，年纪轻轻口气倒不小，如果我在拳脚上输了你，要杀就杀，要斩就斩。大师言重了，若是晚辈输了，